仲有唔够两个礼拜过年啦。啊，其实咧就香港超过17万嘅公务员，再加上咧，其实系另外有我所知有超过10多万嘅政府资助嘅相关机构嘅员工。其实对于即系2019-2020年嗰个薪酬调整咧，已经系考虑同埋拖咗咧，即系几个月噶啦。大家都系即系可以讲话等到颈都长。咁朱士，你其實好容易簡單啦，即係一個家庭三個人或者三個人左右嘅人數咧，而家講緊影響咧超過差唔多100萬。咁喺呢方面咧，即係我真係希望咧，有關呢個事項咧，可以盡快進入討論同埋審議，唔好再拖。